没有把心放在这个里面，你懂吗？这张照片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最糟的一张照片。我觉得这张照片非常的抱歉，不是那么的讨喜。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标准的男模特会拍出来的照片。pose 整个画面都 OK， 但是缺点就是你的脸。